太太绿，太绿，喂，太太绿，巴巴拉巴巴，不要再生存了，不要不要不要再生存了，哎呦，要死了，哎呀，这个超远的，头被谁打掉了？打篮球，哎呦，好远哦！我先各种飞啊，投住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灵气争霸战。哎、欸，他这字盖的好帅哦，好帅，书法气啊，那种书法气息，很猛很猛。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忘了怎么玩，我也忘了，我们很久没很久了。我记得他这个树可以爬，对，那时候还有很多的小 bug 啊，我们可以来参观地图看看。好，参观地图，有可以飞哦、要自己飞，要自己站一个人。哎呦，它下面其实都有那个屏障挡着。嗯，这个是两国竞赛的 PVP， 但是它不是杀人，也不是占领地，而是在这大树的最底下，有东西可以吸收灵气。嗯，就是你手上会拿到一些灵气的碎片，那你要把那些碎片带回家，然后双方只要达到一定的灵气值就会获胜。嗯，然后记得好像家里还会有那个就是灵气的核心，如果那核心被对方给破掉的话，打破的话就会灵气外露，对，发气侧漏，对，所以要小心注意防守，然后努力的来中间把那些灵气运回家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其他的玩乐就知道，它过往呢还有一些地下的隧道啦，只是那时候好像没有很多通。那时候对，那时候好像没有任务。对，那这次不晓得如何了。那过往中间好像也可以拿锹刺，这个哈基也可以再来努力看看。对，然后他的城门之前是要有开关系统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关了的话，对方就进不来，反之你也出不去，所以你要开的话才可以出去，可是对方有可能进来。然后之前旁边的树是可以透过跑酷，从跑酷的方式进入别人的家，现在不晓得还行不行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好像都打掉了。若我跟团团一队会不会关在外面呢、啊？为什么他没那么坏啊？啊？我都跟团你在外面跟在外面，其他的我们玩乐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、来来，可以先回来。回去，樱花树，杀不啦？哟，这里有随机分队，那我们就随机分队哦。你们头上都有那个角，来吧，反正基本上就你没有，太会了，好可怜啊！我是间谍啊你！哦。为什么你打那么远？因为我打你都打特别大力。哦，这样，飞超远的，叫随机分队。对，不会，耶，不用动。靠你们了。哎呀，动一下，动一下啦。动一下，不要动吗？啊，为什么要动？他就要带上独角兽的，因为有巧克力。是啥？啊？嗯。变成独角兽，号兽跑进去了，神奇哦！变身成独角兽的一员，为什么是点进去你们都？为什么被传进去啊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玩的玩具啊！所以这是干嘛呀？随机传人进去啊？嗯，还是他是传最近的人？还他只传巧克力？没有啊，我刚巧克力每次按一下就被传进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又回到树上了，看一下怎么下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可能更好。原来是这个啊、哦！只有巧克力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先拿到冰块。可恶，不让我玩了。瞬间就开始。我还是忘了怎么玩。我不会玩。我先去收集东西，在旁边。不会玩。哦，对哦。哦、有一个收集什么东西的科技部，然后、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哪边、啊？所以这个要在那边。我先去中间看一下。这个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你要去踩那个，对不对？
对，欸，不用，我记得不用踩啊，对啊，支持跟那个要等下，所以现在到底要干嘛？嗯，就是说他物资会自己收集啊，我们要去中间抢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拿到一些东西回来。旁边这边有商人可以买东西哦，中烟之石跟水蓝宝石。好，我先把隐约打死。破盾斧。所以这个荧光石附魔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对，它这算是也是算是一个资源。好哦。好。忘记灵气要放哪里了，还是说灵气不是放一个台子上吗？对啊，可是我放这里吗？坦克还是中介石这个？中介石吧，这个吧。啊！我们的灵气，我知道这个钻石上挖掉就没办法收集了。有灵气灌进去了，灵气灌进去了。哦，有灌了，灌进去了，580了。你们先收集吧，我们去中间抢灵气。好，谁要那个铠甲？我想要食物。那我帮你换一点食物。哎，中间我需要中间灵气，他们在收集。我没有食物，我没办法去，我会死翘翘。来来来，食物，谁要食物？饭团。我在家。好。哦，嗨。感谢。好，我要走了。那我也跟你一起出去。走喽。身上的那些宝石应该不会喷吧？不知道哎，所以是只有中间才有。那个吗？灵气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之前说地底也有啦，可是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，地底还没有公测。OK。哇哇哇！他们来了，打他！哎，他有弓啊！我换装备了。哎呦哎呦！他替换装备了。啊，这个跑酷上去会有东西吗？不知道。有，听说有。鞘刺哦，好痛啊！痛死！哎呦，小心哦！哎呦，超痛！哇，他们有那个感觉要换装哎，真的是。我看看可不可以上去拿到鞘刺。鞘刺感觉就很 OP。要从哪里爬？这感觉上不去啊。对啊，我们还是走下来好了。是从哪里爬？然后四个灵气而已。去拿灵气。我也只有四个灵气而已。赶紧回去，没关系，有灵气的先回去一趟。嗯，我有三个灵气粉。所以这个，对，反正就是灵气到一定值就赢了，这样。对，嗯，好，我们是定多少？你上次没玩过吗？没有，我第一次。哦，还好你第一次没参加到，那时候真的很烂。是啊，真的不好，居然直接这样说吗？居然，坦克大师。No. 水蓝宝石，水蓝跟那个可以换吗？可以互换。中烟宝石，剑术。你们有没有来中间？巧克力在这边。好，好，我想，他这个盾牌可以买吗？没有。有。杂货商。好，我要买个盾牌，不然我觉得没办法打。我买个盾牌就过去了。哎，小。我收集中烟宝石是用什么换？还 是没有这边拿，你有几个？我没有，谢谢。盾牌。诶，为什么？我来了，水蓝宝石会自己增加，算了。嘿，需要一把弓跟一些剑，好缺各种资源哦。他们在夹我啊！我来了，只是不知道打不打得到他就是了。这样子感觉好不够啊！是啊，塑封，好帅的武器的名称。鼻子好痒哦！你回一回国鼻子就痒起来。那我买那么多剑干嘛？我是白痴啊，是无限弓，我买了。可是会不会下一阶就是要剑石啊？也有可能哦。对，应该是加强那阶就要剑石。
然后之前还要分双方一边可以拿剑士，一边不能拿剑士。还有这种的、哦？对。哇，哈基，瑟尼。哎，死掉灵气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我回去我有八个，我有八个，我有八个。哎，你再回来拿一下，给你带回去。好 好，来喽，我的家，哇，好多、哦。我有十二个灵气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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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顺便升级装备。啊，原来这个是打架游戏，对吧、啊？是打架游戏啊。是啊，就是有后勤分后勤的那个，你们要什么再跟我讲。嗯，好，我想要升级一点武器，看一下啊。哦。武器你要水蓝宝石吧？欸，我们灵气比对方高蛮多的哦，不错不错。要死了，送头了、啊。有没有中烟之石？要去拿？有。我现在是再给我一点点，再给我一点就好了。想要换个铁剑。我需要那个水蓝宝石换食物。我这里有，这里有。谢谢。哦哦，你拿了。对，有我收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这场当后勤好了。石头缺两根，也不用后勤啊，那个过去捡就好啦、啊，他不用踩 啊。其实不用后勤的、欸，因为他那个有人在跟没人在，他都在生产，就一直铲。没有来中间，我还在买 ，no 我去帮忙、啊，我来了，我去帮忙，我先去一波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镐子的作用是什么？挖对，挖核心，挖对核心。还有核心哦，就是你挖掉之后，他们就不能收集灵气了。哇，好凶残啊！这个对吧、啊？让他们灵气撤。他们中间只有两个，他们中间只有两个，巧克力跟哈基。有什么绕？啊，感觉绕不到。我有。哦，我来这边。我有，凶哎、欸！我从后面夹、啊，你们继续，我从后面夹。有有。嗯。凶哦！是不是我刚刚说的是有其他人的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雨梅在后面。我在烧。好，我要走，我先走，九哥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中间只剩我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刚刚我们在啊。我在。我在他们的后面，剩他们。剩你在中间哦。真的吗？那我回去好了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你再小心点。巧克力，你救回来了吗？我救回来了。巧克力拿剑，感觉好可怕。对啊，他还在。哇，大家都在射我啊！我要撤了。对啊，下一个阶段就是要那个的，要剑士的了，没有无限了。哦，难怪。哎呦，好一个卡 ，switch。来了！来挡剑了！哇，他们的剑是火焰啊！对啊，下一阶段的、啊、火焰剑。嗯，哎咻！巧克力在楼上。好 ，no！哎呦，GG了。在哪？需要买东西。嗯，我要一点石头。给你舌头，感谢。一手，坦克，需要穿一下好一点的装，不然感觉打他们打一下就死。来了，挡一下。送钱回家喽。他们好多人都在。几乎全部人都在中间诶、欸，没有，他们现在就是占领中间，他们都目前在中间啊，对吧、啊？然目前在占领。要怎么放灵气粉啊？蹲着，就站在那里，没有，好像也不用蹲在那个中间就可以了。哦，有了，不行，他那个上面好难绕，一直占领上面。啊！我自己掉下来，
重新打起来，等一下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撑，我来撑，我来撑，我来撑。我那个巧克力迂回，两个人在那迂回，白痴。两个人一起挤兑，然后在互相面推，就是白痴，好够智障，笑死。消耗38个科技，我们互相没有盾，我们互相没有盾。采矿机，好回去了。采矿机没有用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被打我被打，我被围我被围，在他们这边，他们我一直在防，我一直在防，可他们两个一直我打的我互打。哎，过不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没关系，你们中间有拿东西吗？有拿就好，有拿就好。Switch。15个，感觉我们要一口气抱团，对吧、啊？不然好难打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他们现在都守在中间了、啊，不然就是直接蹲着。因为现在巧克力没有斧头，要趁现在。你们有要进去攻吗？还是还好？还没。他既想跳，他既想捡鞘刺，把他射下来，把他射下来。有啊，没有？他既在下面，他既在下面。哇，我盾没了。我在挡，我在挡，我来挡。哇，这样也可以收到哦。哇，吃不掉，痛的嘞。为什么吃不了东西？哇，我吃一个牛排吃了世界无敌久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吃不下去。哇，他说灵魂宝石到底是干嘛？哎、欸，来了，我刚刚有。